被几个女生封锁过，小凡哥吗？对啊。安西吗？对啊。艾瑞斯吗？艾瑞斯，哎、欸，还真的没有。艾瑞斯，但是有对你不爽过。艾瑞斯确实有啊，应该说我让很多女生都不爽过，应该说反骨每个女生我都有选过，而且都是真的生气的。对，说真的，我认为是说他反而对曲艺姐还蛮不错的。反而是但是曲艺就不会跟他在一起、啊。要挑一个人的头发剪的话，你会剪？剪头发。今天因为温泉蛋三周年、嗯、我们一直以来温泉蛋大部分都是找女生。对，所以你昨天晚上有跟我说一个小惊喜。今天的来宾是一个偶像级的男神，已经媲美萧敬腾的那种等级。真的假的？可是你有给他费用吗？有啊有啊。当然啦，已经有了这么大咖了，怎么可能不给钱？等一下，那你怎么会有钱？因为我们有干爹，金多多干爹。哦，金多多干爹哦，好好谢谢一下干爹，念一下干爹的资讯哈。金多多干爹呢，只要一键注册，所以打开 LINE 的话就可以直接玩金多多，而且他注册最多送6000块，首次储值还送25%的金多多金币，哇塞，也太好了吧！哦，这个英文哦 ，Jackpot 是吗 ？Jackpot 游戏最多大奖报不停，谢谢金多多干爹。好，那我们等一下欢迎来宾进来，你先走过去。因为我现在还没看到，完全没看到哦。哎、欸，我很紧张哎。你数到三个就转过来。好，一、二、三。当低配版萧敬腾。我会打死你！我会打死你！为什么这么脏啊？好像啊，你看，你看清楚一点。你可以先把衣服穿好吗？你们两位，今天要来录你的温泉蛋哎、欸。那我坐上面，我坐上面。不是，我觉得你离男神太远了，你们靠近。对，就今天是福利耶、欸嗯，我们重金聘请。对，来，今天是什么？给女神一点福利嘛。今天是你最开心的一次吧，温泉蛋。一样啊，介绍来宾啊，维基百科一样照原本。我根本没有准备他们的维基百科。哦，对哦。好，不然你讲跟观众打下招呼，因为最近有人不认识你。哦，好，嗨，我是曲艺的男友培根，嗨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Justin 小贾。我跟培根也认识了快10年了，你怎么还没有被打死？留给你啊。我跟他熟到就是我不想要理他的原因，是因为我每次跟他聊天，或是他每次都开话题，都开一些很白目的地狱梗，或是很白目的玩笑，然后就接不下去哎。啊，所以这个是你自己带的？没有，因为刚刚出场说叫我穿这个，我还穿不下。我本来只是顶多只是穿我的那个短裤来而已的。对啊，所以我在等着说那个等一下可不可以把这个弄掉换成正常。那我想问你，就是你有没有办法完整的说好一句话？其实应该还是有办法。白日依山尽。白日依山尽。黄河入海。黄河入海，一重接林木，更上一层的话。你会啊？不是，应该这样子说吧。有的时候一直紧张的时候，就是会容易会吃螺丝的。哦。你有交过女朋友吗？完全没有。你是处男啊？就是你有跟女生发生过性行为？当然不可能啊！发生性行为的话，那我不是 get over 了。就是第一个容易得性病。可是如果你有一个固定的性伴侣，就不会有性病。然后第二件事情，如果你一个不小心把对方肚子搞大了，那你是说什么？那就娶她。那你要带保险套啊？不是，但是重点是现实中啊，哪有那么简单？就光说哦，那就娶她，哪有那么简单的事情？所以你从来不会想要结婚？当然不可能啊。为什么？你要一辈子单身吗？没有单身，我也觉得说也没什么不好，因为这样的话至少时间上面就比较多，因为你总是有一个伴侣嘛，有的时候可能会一直跟我比这样子的。酷炫的吗？哎，就是我没有讲酷炫。那你觉得酷炫跟孙生谁比较帅？也都很帅，反正他们都已经出道都很久了。那培根跟孙生呢？都一样。他每次哦都会一直密我。林淡姐，你赶快叫曲艺跟培根在一起好不好？不然培根会一直摸我大象。然后就想说关我屁事。先讲一下你当初怎么把雨谦惹生气好了。
因为我们有个群组，反骨群组，然后雨谦是一个很善良、可爱，也不太会生气的一个女生。有一次我就看到雨谦直接退出群组，说：“哎呀，什么事情呢？雨谦怎么会这样子？”就没想到是培根太白目，把他气到退出群组。然后有一次培根把他们加回来，然后培根就说：“雨谦你生气了。”然后雨谦直接说：“对啊，怎么了吗？”有人讲那天过程，那天因为不是孙真一番赏踢爆，对，蹦板那件事。外蹦马在直播上面直接说，哦，那个粉丝呢，原本看到是要找反骨的。对，蹦马也是被那个粉丝误导，这样就蹦马就在直播上面点评说，反骨你不包就算了，事后还拍影片恶创别人。对，我知道。然后我们因为那件事啊，然后当个月掉业费，然后因为那时候我也离职了，所以等于是我那个我当个月等于就没工作这样，我就在群组突然一直暴怒，就是抱怨。对，我就学生呢一直在那边干掉啊，发牢骚这样，然后就打一场出来，结果发完之后，突然看到，哎，陈宇谦已经退出群组。哦，他不想要看你发抱怨文章，因为你一直散发负能量。真的，对。其实当天我事后有去跟宇谦道歉，然后我打一场出来道歉文私讯他，结果就他没回，然后结果后来很好笑，我们都有互加 IG 嘛，然后宇谦会看我线的，而且他很常是秒看那种，然后奇怪，所以他代表说他可能有把我打的话看进去，这样可能原谅我这样。后来那个时候宇谦也不在群组嘛，就打。不要发牢骚说雨谦好烦哦、喔，打道歉文不看，结果他在看我限动，结果过几天之后，孙正把雨谦加回来，然后雨谦加回来第一件事情，他往上滑讯息，然后看到我打那句，他直接回那句说，的确是不想回，怎么了？让我大家吓到。哎，问一下你，到底被几个女生封锁过？叫班个吗？对啊。安西吗？对啊。艾瑞斯吗？艾瑞斯，哎，还真的没有。但是有对你不爽过？艾瑞斯确实有啊，应该说我让很多女生都不爽过，应该说反骨每个女生我都有惹过，而且都是真的生气的那种。对，忏悔，忏悔，对，忏悔一下。就是我记得是2019年的1月的某一天，那天我们就雷拉刚加入嘛，那时候大家坐在一起，有酷炫啊、甜甜啊、我啊、雷拉坐我旁边，他当天坐的位置、啊。后来大家聊到一半聊得很开心的时候，我突然就闻到一个很奇怪的味道，就有那个鱼腥味，也是很重的那种。然后我前面我就故意不讲，但是。过了5分钟10分钟吧，我就真的受不了，就突然对现场说：“哎、欸，你摸摸闻到鱼腥味。”就等一下突然爆气说：“啊妈，雷怎么在讲出来？”我一看是不是？哇，吓到想说：“哦，干，原来雷拉那个来，但是他坐很……生理期，对，真的生理期啦。”对，他就坐那边，然后结果你不可以讲出来，怎么会讲出来嘞？没交过女朋友，所以我不知道我的状况。哦，那你现在知道了吗？知道，但是我当天马上就跟他道歉。那雷拉说：“好好，原谅我。”凡凡，他解除封锁。解除封锁，而且他跟楼俊硕订婚成求婚成功当天，我有去祝福他。就他有回你吗？他有回，他说谢谢。哦，他想都过了，你当初是怎样让他不爽？因为我会说哦，腿很粗啊，那真的很白目哎。年纪小不懂事。但现在反反现在很幸福，而且他瘦身有成。对对。有！小凡，对不起，以前一直爱呛你，对不起，以前真的是我太白目太幼稚了，希望你可以。原谅以前过去不成熟的小培根，对不起。你现在也是不成熟，我也很少生气，但我有一次对他大发飙。哦，就我们去日本的时候，然后因为我们在拍片嘛，培根算是工作人员。对。然后他就帮大家拿东西。对。然后我那个时候呢，我难得买了一个包包，我就很开心，然后是白色的。结果他直接拿，然后直接放在地上。好，放在地上就算了。重点是这个地上是有水渍的地上，这地上是刚刚下过雨，然后地上是水。培根，你在干嘛？他就哦，很累啊，很累啊。因为那天大家比较早出门，所以没有吃早餐。那我在路上，我就口很渴，我就去那个日本贩卖机有没有？我就随便投个饮料，然后我投完发现，怎么买到酒这样？是那种5%酒精的酒，一路一直走，然后一直喝这样子。因为那天空腹嘛，所以我就很快酒整个上来这样子。但是后来当天林丹就原谅我，因为那天我们不是后来去吃寿司，对不对？对。我后来就整个呛掉，然后他直接撞墙，对，一直撞墙，然后想说算了算了，因为蛮好笑的，所以我就原谅他了。对。但是其实说真的，我认为是说他反而对曲艺姐姐还蛮不错的，反而但是曲艺就不会跟他在一起、啊。不，但是重点是，那像我的话，我其实是最不会跟女生相处的。哦。可是我觉得你反而是有礼貌的。我想问一下，你当初怎么会进来反骨的？当时那个时候也是找那个前伟哥吧。啊，伟哥。发生一件事情，我本来单纯也是想说跟伟哥稍微讲讲话的，可是才知道说哦，伟哥已经出道，还是找到了反骨。啊，所以你就后来你就跟反骨蛮好的。我确实也承认我有点不习惯，因为有一次我大腿被摸。谁摸你？我不知道啊，那时候我因为王华彤的节目也是
因为反骨他不是都会出那个所谓的神曲之类的，对，那我就是稍微问一下那个有关神曲的一些状况，甚至于他们的一些过去的一些等等。好，我们进行游戏。既然请来那么重量级的，我们就玩一个跟水有关的游戏，比基尼的比赛，大家一起下去，然后看谁是最慢起来的人。好，来哦，看谁憋最久哦。三二一，开始。你怎么一直偷笑啊？哪有啊，我刚不知道谁一直要乱摸我。谁会一直乱摸你？我不知道啊。要抓我们啊。OK， 好，那我们玩完了。好，等一下，下一个呢是这样。还有是不是？啊，我知道这个，我看过网络上的那个游戏。来，反正你坐着就对了。好，我要帮你戴泳帽。痛苦的是我们。不然你问个问题，然后我来说讲的是谁好了。你要选一个人在一起的话，你会选谁？哦，这什么？这丢水球？哎，好像蛮好玩的。如果要挑一个人的头发剪的话，你会剪？剪头发？下一集可以，可能我跟他一起再来。谢谢。啊、不然，哎呀，应该要让Bacon跟曲艺再拍。快点走啦！